我说真的，我刚搁家吹空调呢，他非让我下来陪他取个快递了。他搁那网上买的那个什么西安什么糕来着，那什么特产啊，我都不会念那字，不会读的。哎呀妈，这菜鸟一餐还真挺丰富的呀！你吃水果的不？哎，这还有冰淇淋批发站呢，你吃点啥不？这盒子有点厚的呢，你自个儿拿一下，我不帮你拿了。我说真的，咱家楼下这个蜜雪冰城什么事儿啊？那不是营业时间到10点吗？那怎么8点半出来就这个也卖完了，那个也卖完的，啥也没有了呢？那不太科学啊！妈，你就将就着东方树叶喝喝的啊！我记得咱俩是不是得充水费呀？今天，那你这已经要睡醒的，那物业也关门了，等明天咱俩下来啊！你搁这儿你就把抖音当备忘录用的。嘿嘿嘿，今天又有小甜瓜吃嘞！哎妈，不是我说你，你那酸奶酪给我兑水的，完事儿这遇到这种酸奶我都舔不上来，偏吃口小甜瓜的，我操，甜瓜我也咬不上来了啊！啊，好嘛，旺嘛旺尿嘛嘛嘛嘛嘛，我还甜甜的酸奶，我看看它怎么事儿的？你不不得嘞不嘞，它怎么事儿的？哎呀妈呀！哎，我舔上来了，念念念啊，念念念念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的，今天这血小叔是没有白抽啊，谢谢妈妈的，妈妈我爱你。